Hey guys, welcome to Amazing Food Videos. 咱们吃顿好的，来一个十斤的大龙虾。哎妈，把它下锅。太大了，这钳子。再放上面包屑。点水，太大了，得多煮一会儿。下个视频开吃啊！喜欢吃海鲜的朋友进来给个双击啊，谢谢！祝大家2020一切顺利。大虾终于熟了，煮了三天，终于熟，太烫了。先来个面包蟹，先吃个蟹啊。热蒸一下，都是蟹黄。再来一个帝王蟹啊。有点烫，煮的时间太久，肉都在腿里面。这刺太硬了，帝王蟹主要吃腿。蟹如棒。